别让赵露思遇上白露，赵露思给白露开车上光影大片，还被吐槽你拍的是个啥，都在给我拍照，那个裙子打一下打得光吗？来，钱打一下。哎呀，哇，好看，叔，哎，我欣赏一下，你欣赏一下，怎么样？哎，我肘子，我像 P 上去了，这张的光线有问题，这不好看。哎，这好看吧？这好看，哈哈哈！叔刚刚错背，我给你们欣赏一下。咱就说这是像一个 PS 上学的人，好看吗？我是说有好看吗？不是有好看的呀。我看你这拍子的就不 PS 了，我说说。怎么样？什么？你再看这个，这个再不好看，我不相信。我瞅瞅，太美了吧！我瞅瞅，这是啥？这是谁？小鹿死！别说。别说了，我觉得很好看，再上个滤镜，简直完美大片。赵露思拍的我拍的赵露思，有没有可能就是风格不一样？就是我是那种这是自然风，自然风，这是个啥？这个宝宝大了就不好看了，什么玩意？赵露思慢半拍被盯住表情包笑翻白露。导演说蹲下，起来。导演说起来，举起右手。让你说蹲下，举起左手。沙哥已经要疯了，你不是沙溢，永远是慢慢拍。哎，这个没有说慢和快的事儿啊。好，举起左手，让你说起来，举起右手，向左转，向右转，让你说向后转。但是你转不对啊，应该从右边转还。向后转，让你说向后转。你们怎么说的？不是，沙哥一直在就是干扰我。没有，因为我这边我左耳的听力不是很好，周深干扰赵露思给爸爸打电话笑翻白鹿。没接的话怎么办？没接的话你就把他拉黑。我爸爸。喂，爸爸。哎，女儿。哎，你在咋子？我在打麻将。我没服。我在录节目今天。哦，好，热吗那边？今天赢了吗？输了吗？输。输了。输。嗯。输。香不香？哎呦，喝点水，别噎着，自然嘛。你昨晚吃的哟。叔叔你好，我们是露思的朋友。嗯。那个、给你打招呼，你不欢迎一下人家来成都那些啥？哦，好，我知道。你知道这是成都的口音吗？你不是你要欢迎一下他们来成都玩呀、啊？是啊，到成都来，爸爸都给你们安排我们到峨眉去玩几天啊。叔叔，你觉得他在干嘛现在？他不是在录节目吗？除了录节目这件事情，还在干嘛呢？你猜？他肯定在吃东西，我听他嘴巴啪叽啪叽的，啪叽啪叽的。白鹿照了四七，葡萄四克，三成表情，尝一下，谢谢。干杯！干杯！干葡萄，干葡萄，这划算吗？关。酸，我特别不能吃酸啊！赵露思演绎经典月亮之上笑翻白鹿，唱一首凤凰传奇的歌，开始。有多少梦想在自由的不行不行，再来下一首，等等等等，你不懂，你不懂，曾毅就是比较慢开口的，他只有一个用。看见的看不见的看。等一下，高原，哦耶！等一下，你没有听他们的歌，这么经典的歌，何老师，你坐。谁要你们这首表演？待会表演，现在你们必须开场，唱出同一首歌。因为我是曾毅，我习惯后发，你是 backing， 对，你是 backing， 是
谁在唱歌？一起。来唱一首凤凰传奇的歌。我想知一二在你的荷塘。没有，一起唱下一首，预备起。娘子啊哈。OK， 好，好。赵露思、白露、吴京、红衣飘飘，仙气十足。上青天不如温柔童年。赵露思首次上综艺，这嘴真敢说啊，应该白露。我很想赢，每次跳着跳着沙哥就跑到旁边来了，沙哥在旁边肯定就没办法。有可能啊，露珠嘛。不是呀、啊、这些图它重点是草呀，有露珠说明是什么？说明是清晨，对不对？那陈哥有可能呀、啊。也可能是下雨了，就下雨了呀，然后那个水就深了呀，对呀，真的有可能呀，那露水嘛，它就滚滚滚的，它就滚滚滚的，也对，也有可能的，都有可能。哇哦，真的不是凯哥吗？肯定不是他。凯哥说他不是，肯定不是他，不是他，他没那么重戏份。嗯，对。我本来不觉得你可疑的，你接话太快，你接话太快了，你是两发嫌疑哦。不是，因为我看人家综艺都是这么接的，你等会儿给我。我第一次上综艺，人家都是说完之后你就要什么？你们知道吗？白露对导演疯狂输出，导演实力回归教班赵露思，算一个素颜。素颜不算。素颜不不不不，等一下，我再拿一个，等一下。哎哎，宵夜可以吧？不算，为什么算？这可以做宵夜，谁规定我宵夜不行？而且宵夜是 X Y 姐姐，这是 S Y， 姐姐，谢谢。山药，说山山药，山药在山药在后面啊，菜天里有。姐姐你人真好啊，帅哥，你有什么山？我有佛手松果，你有松果吗？松果是 G 哦，山山什么？蒜蒜蒜油蒜油，哎，老板有蒜油吗？蒜和油放在一起的，有旁边哦。蒜油嘛，薯药，薯药，薯，薯，卡住了。地瓜干，啊，桂花干不是，这是啥？薯叶。表情包比划猜歌曲，白露开挂惊呆赵露思。歌曲，老歌。四个字，几个字？八个字，八个字，八个字，八个字。哎，你再信口难开。八个字。风中有朵雨做云。风中有朵雨做云。咋的？都知道题了。歌曲，香港的两个字。吻别，吻别。对。歌曲六个字。这是前两个字。嘴唇。亲亲我的宝贝。对，哇，好强啊！歌曲四个字，歌曲四个字，气球，告白气球，告白气球，对了。